たい。可以侧背。哎，拿高起来。啊，那我翻那么高。等一下，二选一看，或者是选。我娘喵啥笑啦？叫妹妹来卖娃娃。你们先抖内哦，2000，我直接2000给他通告费，剩下的给他卖。不是啊，你们叫他来卖，他妈他不是温世涵的，我叫他来卖就卖。哈哈，有人给你1000块就来卖娃娃，不 OK 哦，我1000块拿在手上喽，他要就要，他要就拿走，不要就没有。太废了，那换你自己卖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也不认识他们啦、啊。哦，我会在旁边帮你讲啊。不能私吞，靠啊！我赚什么？我的实况都在亏钱。是给我的吗？是我的吗？这个人叫超能力霸王。超能力霸王。我看一眼。好笑。你讲。送你一个娃娃。我送他。板桥路的，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叫我哥去捡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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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对没？你看一下留言没？干呢？你是啊？不然你要看什么呢？直播主这么好当、啊，我看呢。你收钱？我知道、啊。钱又不是给我，付你钱的，还要我帮你看你啊？做白工呢？好啊，现在谁啊？做白工哦，那你妈亏1000就算了，还要我帮你看两次？谁啊？谁要买啦？进你啦！干哪？迷你卡比80出，那叫你们喊价又不喊，现在出了又说很便宜，问一下有效那么大声，你说你也改？好，拍谁拍谁？不是啊，坐地起价，现在是80啊，搞不好下次又是120、150啊。还有背带，应该在里面，还可以侧背。背，把它勾起来。啊，那我穿那么丑，我不带够了。看你就穿一件黑色素 T， 是不是要多漂亮？是要多丑啊？一只多少？一只卡比，一只100几啊，120哦，130，160。可以套在头上吗？谁会套包包在头上？我。它是摆着这样，很可爱啊。它可以坐着呢。就是狗上次有人叫，然后也没有死去，一直问。可以坐着呢，那耳朵还这样外翻飞起来。好可爱的人呀！你再看看哦。我第一次塞进去啊，我头那么小，是你好不好？我就想看你塞不塞没，你懂不懂做节目效果？为什么啊？你就直接塞就对了，讲那么多。谁要你塞？你只被嫌弃，算了，我还整理我的房间。后面店是拿来抽奖的吗？后面店是订阅破1000抽奖。啊，我知道可以装什么了啦。装你买的娃娃。不是，你家里有什么吉娃娃还是什么的？带他出门。对啊。小狗。你看他在里面这样。选一下二选一看，会不会选？救命啊！谁呀？
选哪一个？机器人变哦，很爱是吧？我刚刚都一直按右边嘞。哦，爆哥。机器人会第一吧？有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么好吗？赞助500，谁会给我开场？我没有他那么强，有他才有你们，还有人抖内我。对，多少啊？差二十还差十？差二十啊！要记下来，快点。看一下没？夹两只哎，刚保夹了。想一下，一样吗？不对不对，会打臭哦，打臭超人，臭臭的哦。要完了，内丢了哦！干你是猪脑啊！你要用后面的，哇！顶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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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屁股越翘越高了。后面大概六七个人在看你保夹拳，结果看到你打臭直接跑，你打臭直接跑掉。对，你刚刚要一夹三的时候，那么碎啦，这样不就出来了哦？感觉要拉打，后面那只先打，还是你要卡他吊牌，跟卡比兽一样？名场面，小挡嘛，名场面，名场面，名场面。看，easy，OK，、okay? 我操，就这样嘛，就是这样嘛，你看，就这样啊，学会了吗？就这样。